的事情，不要想这些。艾老师，今天复诊病人的资料记得送到我办公室来。艾老师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艾老师，要吃饼干吗？不要了。艾老师，好了，我们准备开始了。要亲亲吗？要亲亲吗？艾老师，要亲亲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说您附件会不会很疼啊？麻烦轻一点。哦，不疼，就是涂酸蚀剂的时候可能牙齿会暂时有点酸。哦，那大夫，我如果贴了隐形牙套之后跟男朋友亲亲，口感会不会很奇怪啊？不好意思啊，这种事儿估计你也没经验。口感是有点怪，但还好。